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嗯，要把它就是堵住这样子，那储水就是这边堵住那边堵住，全部把它就是这里这条坝本来它出去的话它就不算是，嗯，不算是水库，反正一堵那边的水就全部积在那里，哦，嗯，然后积得越久的话它水就越高嘛，嗯，